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今天的进度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一到五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最后一章呢，我们看到保罗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请求代祷。他说，弟兄们，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能够快快的行开，得着荣耀，就像在你们当中一样。保罗侍奉的目标就是能够将主的道传开，他内心是期许福音能够快快的来传遍，人人都能够来听到并且领受尊崇主的道。这样一个崇高伟大的呼召，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达到的目标，侍奉之路充满着许多的不容易，所以保罗请求教会代祷的支援，他要代祷求神帮助他们能够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他的侍奉遇到了困难，许多是来自于不信之人的反对跟攻击。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沿途都遇到极大的征战，他会不会出现想要放弃的念头呢？不过我觉得重点是我们看见保罗他坚持不放弃的身影，他把困难放在祷告当中交托给上帝，他也诚实的请教会的弟兄姐妹用代祷来扶持。所以我们不要有那种迷思，觉得属灵的人充满信心就好像没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又或者觉得提出代祷事项好像会让人发现我们没有信心软弱无能的那一面宁愿自己默默地承受生命的难处孤军奋战，也不愿意提出代祷的需求。可是难道属灵的人对主有信心的人就不需要代祷的扶持吗？提出代祷的需求就会显得我们是没有信心的人吗？我想换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对神的信靠跟仰望，我们就会看重代祷的必要性。我们需要祷告，因为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常常透过祷告跟他保持连线，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而上帝他设立了教会，他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彼此扶持，彼此也常常保持连线。教会是神赐给我们的神队友，就像瘫子的四个好朋友，瘫子想要得着医治，可是他有心无力，没有办法自己到主的面前，靠着他四个好朋友同心把这个瘫子抬到主耶稣面前求主帮助。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那四个朋友，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那个瘫子，面临生命的难关，有伙伴同行，我们会更有力量跟安全感。教会团契生活里面，肢体间彼此的交通跟扶持，对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是极为重要的元素。我们需要代祷，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孤军奋战，我们需要肢体的扶持。如果连信心伟人保罗都需要教会的代祷，那我们岂不更需要教会彼此代祷的服事呢？虽然使徒保罗这里是以书信来教导牧养帖撒罗尼迦教会信仰的课题，但他也诚实提出他自己的需要，请弟兄姐妹来祷告，他也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祷告，能够有主的引导，经历神的爱，更学习耶稣基督的忍耐，他们在祷告中与彼此合而为一。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就让我们来学习当彼此的神队友，将彼此以祷告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主是信实的，他必坚固我们，保护我们，引导我们更深经历他的爱，活出他的爱。愿神祝福各位。